那么我们今天玩这的画家漂流记第三天位置在这边，那么传送到这的尽罪之顶副本处，传送出来之后视角向左边移，朝南方向这里倒过去，反正朝这的西方向倒过来就是了。你这死壁，该出发了。然后逐渐飞渡癌，逐渐的朝北方这里飞渡癌，然后到这里时候往下跳，跳到巡逻的丘丘游侠这里的时候，接着往北方向走，咱们体力稍微回一下，以防等一下摔死。然后往西方向飞渡癌，回头回头，跳起来的时候回头往下跳就可以了。我来对话一下，对话完成之后，我们前往丹路花海，传到这千神处，传到来之后朝着任务指引走过来就可以。对话完成之后开挑战，一路踢过去就可以。踢出来之后踩下它的起飞，然后它直接踢出来，然后飞出来，接着往面前踢，一路踢出去就可以，然后左边飞，该出发了，接着往这个东方向走出来，接着踢过去，然后往右边就到终点了。我们接着前进，直接飞过去就可以。那往下跳，召唤出这的花铃，按 Ctrl， 然后把这些东西都碰一下。我等下碰一下，每个都碰一下。然后往左边这里飞渡来，一路碰过去。然后这接着碰。把这些都捡上，那这个画家漂移记就完成了，我们还获得一个成就。